粤组联赛第四周嘅赛事咧就喺青衣东北球场举行啦。咁东方三龙今场波嘅对手咧就系花花。咁呢场波咧赛前咧就好多球迷入场支持啦，而且就有四位足球宝贝添。Hello， 我叫 Yuko。Hello， 我系 Cindy。我系 Stephanie。我系 Martina。我爱东方，我爱沙龙，东方沙龙必胜！耶！咁啊，穿起橙衫咧就系花花。咁东方沙龙穿翻传统嘅波衫，蓝色嘅波衫。咁呢位就系杨希子啦，上场帮入四球噶。咁啊，见到叶鸿辉都嚟睇波啊，呢位港队嘅首席门将。咁啊，估唔到开波第一个攻势咧，竟然嚟自花花。嚟一个远射，呢个波高出啦。射波嘅就系25号嘅林云杰啦，呢个波大贪咗少少啦，中圈推前两步想射。呢啲波考验唔到钟浩然啊，放射都唔中人。咁企稳阵脚之后咧，东方沙龙啊采取主动啦。咁姚学文。飞咁翻埋左手边，哇！塔挑啊后卫，益晒啊余佩康，控定个波，加翻中间，有冇人撞射啊？哎呀，咁样俾佢射入啊！入波系黄子豪啊！咁时间只七分钟啫，即系呢个波守门员嘅刘少文啊，要负少责任呢个波。咁早入波啊，东方三龙球迷梗系高兴啦！睇下慢镜先，姚文分过左手边，后卫塔挑，益晒啊余佩康。控定，搞翻中間，見到人衝上嚟撞射啊！呢個波，咁射波啊，30號嘅黃子豪呢個波力水啊麻麻嘅，不過咁都收死龍門啦。守門員嘅劉少文啊，想踢走個波，點不知啊踢唔中，咁呢個波佢要負全責啊！咁睇翻佢反擊啦，艾馬薩咁推，哇咁樣搞圍唔成功啊，益曬七號嘅。谭建华呢个波可惜射得太正啊！钟浩然封晒位呢个波，咁啊见东方三龙嘅教练员都有少少紧张啊！呢个波咁样俾人杀，咁佢射几乎追成零手啊！咁又系东方三龙嘅攻势喎，张兆明杀咗上嚟喎，但反后靓啊呢个角球波，睇下黄俊英会点先。出個靚波埋中間，搞掂2-0啊！一波嘅黃振宇，咁啊時間只係12分鐘啫。呢個波成個波係組織得好靚啊！睇下慢鏡，先頭話劉浩林斬個波埋去右手邊，跟住黃俊軒出個靚波，啱啱過曬兩個後衞嘅頭，黃俊宇飛身一頂射成2-0啊！咁時間只係12分鐘啫，咁啊東方三龍贏到兩球都唔急啊，慢慢猜住個波先。楊希智斬個角球波，咦冇越位啊，突破越位喎，搞佢流我流，殺到禁區，哦搞掂啦，3-0。咁時間20分鐘，入球嘅咧就係余佩康，咁啊贏到3-0啊，東方三龍球迷梗係開心啦。睇下慢鏡先，楊智斬個角球波，劉浩林啊冇越位嘅，咁啊殺到禁區佢又唔貪功喎，見到隊友走位就交去遠處啦，輕鬆啊射成3-0啊！阿余佩康呢個波一控一射，非常之淡定啊，時間只係20分鐘啫。咁啊最終上半場東方沙龍領先3-0，咁即係下半場啦，花花有冇起色啦？不過依然都係東方沙龍攻勢，黃振宇。琴日地波，哇靓呢个波，余学文解翻中间有冇人射啊？搞掂啦波，哎呀中埋啊呢个波，可惜啊！咁射波就系15号嘅黄俊轩啊，呢个波认真可惜啊，炒个波底啊佢。如果扫把脚揞正个波，呢啲波就入紧噶啦。又系东方三人攻势，黄俊轩嘅后抽，又系刘浩林，见到人走位喎，加埋中间15号嘅黄俊轩晒禁区，哎呀咁样揽住啦，而无意外12码啦，犯规啊7号嘅谭建华。咁啊，球證仲俾黃牌佢添，咁啊，兩黃一紅被逐離場啦。咁啊，試翻上半場已經有張黃牌噶啦。咁啊，打小角之餘又輸個12碼，睇嚟都冇得追啦。睇下慢鏡，咁樣後面攬埋嚟，呢啲波要俾12碼啦。球證判決係正確噶。咁啊，睇下12碼係邊個主射啦？射波6號嘅姚浩明，勁拼中間搞掂，4-0啊！時間67分鐘。呢個後生仔呢個波啊淡定啊，勁兵人中間，睇下慢鏡，力度啊夠曬啊！
龍王捉錯路呢啲波，4-0。咁啊，最終東方沙龍以4-0擊敗花花，全取3分。咁啊，賽後入波嘅黃之豪就話好開心喎。今日入咗球咧就好開心啦，因為當時嘅波嚟得就好順嘅，所以就決定起腳，咁樣入咗都覺得好開心。覺得自己踢得麻麻地啊，一開始好難先入到局，所以全失咗幾球，所以臨尾先好翻啲咁樣。